你以后别来这种地方了。刚才来的这一路上，我很担心你。我这妹子不错啊，好好带人家。哎，妹子，常过来玩啊！谢谢飞哥。 看见没有，大飞哥人还是很仗义的，其实没有大家说的那么吓人，而且他还是能听进去我说话的。我一直在帮你跟大飞哥求情，我最后还帮你评了事儿，厉害吧？夏林希，嗯，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厉害？我第一次见大飞哥，这还不厉害？你是不是没长脑子？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？社会人先多行啊，你懂不懂？ 玻璃罩子里面长大的人，你闲的没事来这凑什么热闹？你以为我愿意来这个鬼地方吗？我还不是为了你。正哥，我请你记住你学生的身份好吗？老师批评你，你就离校。 如果你是被诬陷的，你应该去争取去解释，你装什么高冷啊？你知道一个人最重要的是什么吗？最重要的就是先管好你自己。你现在自己都管不好，你去管别人就是给别人添麻烦，你懂吗？我一个无关紧要的人，不用你操心。 你最了不起，你一个桀骜不驯的刺儿头，你逃课打工，照顾老弱，你实在是太伟大了，我确实犯不着为你费心。但是真正的责任，不应该是在什么年龄做什么样的事情。 懂得尊师重道吗？你告诉我要保护好自己，那你自己又为你自己的将来，你负责过吗？你以后别来这种地方了。刚才来的这一路上。 我很担心你。那你明天，你去给老师认个错，态度端正一点，不要桀骜不驯，不要当刺儿头，有责任感的人。 更应该尊师重道。